有一支枪哦，还是什么玩具枪？玩具枪，真枪！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本分局北昌派出所于8月30日凌晨执行巡逻勤务，在吉安乡建国路与自立路口拦查一部红线违停自小客车。经查，该车主为李姓女子，居住在外县市。那远警盘查时发现，驾驶及乘客分别为张姓及杨姓男子。言谈间发现两人神色有异。经张男同意搜索后，当场在车内查获各式管制枪械、子弹上百发、刀械以及二级毒品咖啡包。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，并积极向上溯源，扩大侦办。